以下是卫生局对所有人的建议：如果您身体健康，做到保护好自己，就等于保护了他人。经常洗手，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，减少触摸和社交活动。如果您有咳嗽、轻微发烧或感冒的症状，请您务必待在家里，直到完全康复。您要跟同住的家人保持距离，并且避免和外人接触。如果您呼吸困难、症状恶化，或者已经生病好几天了，请您电话联系家庭医生。您要先打电话给家庭医生，因为如果您直接到诊所，会有传染病毒给其他人的风险。新冠病毒通常在人多密集的地方传播，例如通过握手或者咳嗽和打喷嚏的飞沫传播。请您遵守以下这些建议，保护好自己和他人。最后，我们还鼓励您到 influmintan.dk 登记注册，这是丹麦血清研究所的流感检测监控项目。感谢您支持我们的工作。